会在极乐世界见到我的。这个故事很精彩啊，所以啊，不用拍掌，因为我不是文殊，也不是普贤，更不是弥陀，我是普通的心弘法师而已。这个说明什么？其实佛菩萨佛经讲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确这个世界有恒河沙数的佛菩萨千百亿化身，有些化的奇奇怪怪的身，但是你不要小看他。那你说师父，我怎么知道一个疯子他是不是佛菩萨？我告诉你，第一个你看人家的眼神，第二个他所说出来的真正有修行的心，身心清净的眼神是不一样的，是不能骗人的。第二个，他讲出来的佛法一定呢是跟佛经所讲的道理是吻合的。第三，他纵使视线奇奇怪怪样子，但他一定不会呢毁谤三宝。这三个你就可以好好去想一想啊。所以中国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啊，寒山拾得是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化身。然后呢，原来呢，这个呢，风干禅师是曾经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好，请看181页，丙午，当你有这个信心啊，不可以有怀疑轻慢。好，接下来你要亲近善知识，考验就来了。现在好戏才上头哈，请看经文181页。丙午求法过程备受考验，把备受考验画起来。求法的路上一定不是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举一个例子，最有名的呢密勒日巴，好，各位可以去读的 The Life Story of Milarepa， 有中文本也有英文本，请各位新加坡佛友真的好好去读一读。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密勒日巴的传记，好，我们呢新社的人也修密勒日巴的教法。好，请看它分为六段。第一，净见善事广大供养分四。第二，不着表象广宣实德。第三，传法之前广探动机。第四，六字妙法圆摄六度。第五，本尊现前灌顶加持。第六，法喜充满叹未曾有。请看幻灯片，我先讲科判，很重要哦，专心听。第一个，你觐见善知识的时候，传统上说不可以空手而去，我待会会讲故事给你听啊，注意听。不过在这里我要讲清楚，不可以空手而去是代表你菩提道上啊求法要真心。因为在菩萨道当中我们要六度波罗蜜，所以能够亲近一个真正有证悟的上师啊，你应该呢不要空手而去。注意听，我先讲清楚，我讲这一段不是说明天开始会客你们每个人都要带东西给我，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可以给很多法师，师父不用。因为注意听，你要听懂这一段的意思，不然这样的话啊，所有法师会客完了呢以后呢，每一个来讲经的法师都一定要供养的话，那信徒也跑光了，那法师也要开杂货店了，也其实蛮麻烦的。他的意思是说，你去求法的时候，为了表达自己，我希望菩萨道当中不要落空，啊，空手而去代表你菩萨道会空空如也，所以你要带礼物去见上师。传统上我自己去见我的老师也不会空手，我自己去见我西藏的上师也是广大的供养，知道吗？所以你要供养干妈吧，最好是什么？供养印度玉跟美金吧，因为法王他会抱住很多的僧伽，你给他很多东西当然是个心意，但是你不用给他西藏他所拥有的念珠、烫卡、佛像，法王啊，要的东西比你还多了。他拥有的他自己是观世音菩萨，是很有福报，所求如愿。但是我觉得为了表达自己善意，当然你才要去亲近善知识，所以广大供养，希望你菩萨道当中不要落空，所求如愿。第二个，不着表象画起来，就是说在圆觉经里面有一段，我今天没有引经文，但是不背着，末法时代要去找善知识啊，不可以声闻利于看表象，你要看他的愿心、菩提心跟菩提行。
虽然他可能视线像维摩诘居士一样，对不对？可是他是大菩萨摩诃萨，尤其是善财童子53参里面，只有7个是在出家众，46位都是在家大菩萨，连外道里面都有菩萨。所以各位心量广大，你要看他的见地。那先觉的见地答案是什么？你自己要学佛法，所以不着表象，广宣实德，他有戒定慧的功德。第3，传法之前，上师会问你的动机，写下来，要表里如一的回答，不要包装自己。上次问你说你以前学过什么，哎，没有问题了，你知道吗师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某某法师讲普贤行愿品很好，我就这样糊里糊涂了就念完3000遍了。哪有糊里糊涂啊，其实你是傲慢心吧。所以你去见上师的时候，上师会问你的动机，你为什么要学这个法，你要真诚的讲，真诚跟自然，你才会感动上师讲你。那有时候上师他会看，他说现在你先不要学吧，下一次。你也可以问为什么，那说上师不想讲，好吧，那就下一次。我先讲教法好了，我也被我的上师磨过。嘿，你看达摩祖师啊，让二祖啊站在雪地里，他测的是什么？断臂求法，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代表他的愿心啊？其实那个手臂达摩祖师也不需要啊，对不对？所以上师会测探你的动机，这呢注意听写下来。在动机当中，有些学生会产生恐惧心，因为他要去你做一些你平常没有做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害怕跟恐惧。比如说上师要你向右转，你就硬点不要，我要向左转，哎呀你这个很固执。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人本来是静静的，不太喜欢做事，你去拜一个上师，上师就叫你来做干部，做这个，做完以后要骂他一顿，然后你就会生烦恼。其实这是上师在磨练你，然后旁边不了解人就说，师父不公平。还有些人呢，他很有才华，很有能力，讲白了就很爱炫呐，知道吗？喜欢呢炫耀自己。那因为他这样，所以呢上师也知道他是有才华的人，可是当进入一个金刚阵团体的时候，上师就故意不让他做干部。然后他说，师父我觉得你应该这样，仁波切我觉得你应该这样。请问你是仁波切还是他是仁波切啊？你常常搞不清楚状况啊。然后你就很生气，奇怪，我很有才华，为什么上师不让你做？就是你因为太爱做了，所以上师不要你做。这才是金刚乘磨练弟子的地方，所以他不是跟你凡夫的想法一样的，了解吗？你会碰到这样的状况。接下来看丁4，六字妙法圆摄六度，他正是因为他祈请，然后就传给他。最后第5个，本尊就显现了，亲自为他正式在坛城灌顶与加持。最后他就法喜充满，叹未曾有，这是他真正证悟超越的境界。当然最后叹未曾有以后，他也感恩自己的老师，然后呢回来感恩释迦牟尼佛。所以这有6段。好，接下来请看经文。第1段，丁1悟1，请看第181页。丁1，敬见善事广大供养分寺，悟一无数眷属。于是除盖藏菩萨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波罗奈大乘有一个真正有灌顶资格的传法上师，好，我一定去。这时候除盖藏菩萨举无数的菩萨在家出家众的大长者童男童女就浩浩荡荡的呢，带了各种供养，玉心供养，拿着这种天盖供具宝冠耳当庄严璎珞、指环、宝钏、教师家等衣最好的衣服，然后彩珍彩卧具等，为什么？供养自己的老师。悟2，带着无量妙花，写下来，花代表菩萨这六度波罗蜜因果同时，因此他带了很多很多的种花这个我就不念，因为这是印度的很多不同的植物富有种种妙花，所谓优波罗花巨母那花、
一直到呢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叫优昙波罗花，红色白色青色各种的五彩颜色的花。接下来他还带什么各种珍禽，因为在印度认为贵族呢有福报的家家里有花园，印度人最喜欢什么孔雀，知道吗？孔雀是最为尊贵的富贵的象征，各种珍禽，附有种种树花啊，然后呢带着很多很多的花，然后还有这个鸳鸯白鹤舍利鸟飞腾而去，代表各种珍禽。接下来还到各种水果还有食物，请看物似榛果百叶，附有百种叶，青黄赤白红波底加等色，附有种种珍贵的水果。持氏等以上如是的眷属妙花珍宝动物水果等，然后呢除拿着这些东西供养植物往哪里走啊？波罗奈大臣准备要去见法师。好，这里我要讲两个故事啊，请看，先讲灭了日吧。注意听，我刚才讲，传统上去见老师的时候不要是空手，是代表呢你不要菩萨到落空，但是这个也不要这么执着说，哎呀，那万一我没有钱，那怎么办？答案是心比较重要。我讲事实上的例子给你听，比方说看这张图片，这个左边的灭了日巴，灭了日巴被他的姑妈啊欺负了，然后离开了家乡去求法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身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破旧的一件衣服，几件换洗的衣服，他什么都没有，他怎么可能拿香花灯果烛珍宝去供养这马尔巴大医师呢？在传统上西藏灌顶的时候我们都要供养，比如说你要结曼达印，要拿米或拿麻花，所以你要做各种仪轨。有一天灭了日巴就在外面做苦工，做苦工西藏还是有垃圾堆呀、他找到了一个破的酥油灯，装酥油灯，他啊很高兴，因为他从垃圾捡到，他觉得这个酥油灯很漂亮，还可以用，他回去就用桐油这样擦擦擦擦擦，擦得很漂亮。可是他实在太穷了，因为酥油灯是空的，然后呢里面呢他也没有钱去买酥油，就简单来讲像明天点灯一样，他连一盏灯的钱都没有，可是他真的有这种心去供养上师。结果明天呢是上师灌顶一个传法的日子，他就问师母说，我可以去吗？他说可以，但是你要带东西。他说好，没关系，我带了。就在灌顶的时候，大家有一段中间呢要上师供养，他就上去，那马尔巴大医师非常的高兴，因为他那天传一个很重要的法，他看到儿啊来了，然后他说，师父我很惭愧，我很贫穷，我只有这个破旧的这个供酥油灯的、这个酥油灯啊供给你好吗？他说没问题。结果你知道吗？注意听，传统西藏上里面是不可以空的，空代表空空如也，所以西藏里面要放米或珍珠或是宝石。结果这时候他师父灵机一动，拿这个磬开始敲，当当当，这声音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说他祈愿将来我马尔巴弟子修行的声名啊遍满三千大千世界，还有他的法音呢就像这个声音可以传播很远，这就是一个好的缘起，这样听懂吗？所以他的师父很慈悲。好，等到了密勒日巴，再看图左下的密勒日巴，他证悟以后，其实他有很多弟子，出家众里面最有名的是右边冈波巴大师比丘，其实马尔巴大医师还有一个惹琼巴在家居士，他也是修行得很好，我现在讲他的故事给你听，很有趣。惹琼巴一听到密勒日巴今天生日了，他要灌顶灌长寿佛，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尊，他说要，我一定要一个月以后呢，我一定要去参加师父这个法会。他就把他家里的东西所有都变卖了，然后就提着，结果呢他在变卖的时候能带的这个都供养，他就背在身上啊，打个布包啊，背了两三个，结果他看到家里呢门口还有一个跛脚的老羊，而且是母的，他动了一个念头，哎呀这个老羊啊太重了，我背不动，要不要供养上师？啊，算了吧，上师不会要这个的啦。结果他就去了，
跋山涉水啊，这样子爬爬爬，经过了这个两三个星期，终于到了师父那边去灌顶。在灌顶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先见师父啊，大家会说上师啊，尊贵的上师啊，我为了利益菩提心的众生啊，来跟你求法，请你慈悲允许我也参加这个教法跟灌顶，就一个一个走上去灌。等到惹琼巴的时候，密勒日巴说啊，那就密勒日巴就看到惹琼巴说。惹琼巴，你有东西要供养我吗？他说有，上师，我把我全部的身口意都供养你了，这个我摆在面前。他说你讲全部吗？真的吗？真的？没有，你家里有还有一个跛脚的老羊没有背来呀。哇，他知道他的师父有神通啊。他说上师那只也要吗？他说你不是讲全心全意供养我，可是你说谎啊。来回去去把老羊背来，我才为你灌顶。他说师父我去要三个星期。他说那你就用跑的呀。他就开始跑跑跑啊，日以继夜跑，跑了一个星期以后，终于把又背来了。背来以后呢，他说上师我供养你啊。上师说这个太臭了，我不要，放旁边吧。他又升起了嗔心，这个老糊涂，怎么一个说要一个又不要呢？然后呢，那时候密勒日巴说，惹琼巴，你现在的念头对我升起嗔心了，要忏悔。我讲这个两个故事有很深的意思哈，请注意听，写下来。心供养最重要。普贤行愿品讲，广修供养中第一什么？如说修行供养第一。你没有钱啊，你有一个真诚的菩提心啊，好的老师啊，其实还是会教你的。了解吗？答案透过这些供养，只是说明让我们在菩萨道累积福慧。就像各位读过普门品嘛，尔时无尽意菩萨站起来要供养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有没有接受？没有，观音菩萨根本是不增不减，他才不需要你这个这个价值百千的这相马璎珞啊，观音菩萨什么都不缺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说过，你应该怜悯无尽意菩萨跟无量无边的天龙八部跟众生，让他们种福田吧。观世音菩萨你接受吧。你看老师释迦牟尼佛叫观世音菩萨接受，他才接受。观音菩萨拿来以后，他有没有自己用啊？他有没有拿起来带来？嗯，你看我今天 bling bling 更帅啦。没有，观音菩萨没有。观音菩萨把这个珍珠璎珞呢分了两半，一半供养释迦牟尼佛，一半供养多宝佛塔。所以真正的上师，听好，不会贪着你物质跟财物的供养，这只是在测验你是不是有能舍的心。就像密勒日巴他问惹琼巴，你说你全心全意供养我，你家那个跛脚的老羊你就没有背来呀，知道吗？他是在测试你的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测试这个心，你对上师虔诚纯净的话，你才越容易开悟。假如你很会包装自己，写下来，越会包装自己的人自认为很圆融，你越不会开悟。注意听哦，我现在讲禅宗的重要心法，也是讲金刚阵重要的关键。开悟它是要有很多条件的，越真诚越自然，完全能够相信上师，为上师奉献，你这个人会最快开悟，因为你的福德资粮最快圆满具足。所以为上师奉献是很大的功德的。你看密勒日巴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却是马尔巴当中底下最第一个证悟一生成佛的上师啊，老师。好，接下来再看丁二，第181页第15行，不着表象广宣实德，分二悟一礼敬后宣赞记。道以头面顶礼，他虽然除盖障菩萨也看到了这位法师戒行缺犯啊，就是袈裟很脏啊，太太就坐旁边啊，可是没有威仪，但他心里记得释迦牟尼佛的叮咛，不要看外相，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持的这个伞盖、供具、香花、衣服、庄严等物等大心供养，供养完了以后，接下来再看
合掌住在法师面前，他就唱了偈颂说，大法藏是甘露未藏，是甚深法海犹如虚空。他赞叹就说，您是通达一切三藏一切部的大海藏，你给众生的教法就像无上的甘露法味一般，你所证悟修持的境界就像深的海一样，叫甚深法海，犹如虚空一样，就像华严经讲，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他说一切的人啊，听到你说法，不但是人间，乃至于天龙八部、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人非人等呢，哎，都能够得到利益。好，待会儿会给你看天龙八部的照片，先看经文。与汝说法时，一切来及听汝说法，就像大金刚一样，能够让一切的众生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轮回出六道轮回的这个殊胜的果报，比一切的友情啊，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接下来啊，这是他礼赞法师以后，他先真诚赞叹法师有利益无量众生的功德。接下来悟二，请看闻妙法灭恶业，就是说此波罗奈大乘，凡是所有的住过在这里的人啊，都很高兴，而且都常常来见你。请看幻灯片，只要见过你一次，你的罪业都灭除，这是真的。比方说在传统上，西藏啊高玛巴就有经论啊，经论写若有见到高玛巴，亲自见他，见他一次七次永不堕三恶道，这是真的。因为高玛巴的护念，我见了他八次，所以七八五十六。不会，我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当然是不会堕三恶道的，师父绝对不会堕三恶道的，我有这个信心跟功德力。意思是说真正的圣者，你去见他啊，是业力能够灭除。你说真的吗？有，我再讲个故事。阿底夏尊者他专修度母，他从那烂陀寺请到西藏去的时候，西藏当时呢佛法被摧灭，有很多的疾疫病，曾经有一个人病非常的重，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讲疟疾吧，以现在科学讲疟疾，他病了非常非常久，一个妈妈他的孩子得了疟疾，就抱着去见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呢，他说师父你慈悲，可不可以救救我孩子。阿底峡真的用手抓着那孩子的，然后就念观音祈请文，一直念度母咒，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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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小时以后，他的孩子啊，身上本来是有很多的细菌啊，烂疮的，半个小时以后皮肤就变，然后呢，由黑变成浅的，然后最后变成白的，最后这个娃娃就醒了，这个孩子就真正活下来了。然后他妈妈放声大哭，最后跪下来，从此他成为阿底峡的一个弟子，他才知道修行有这个力量。以现代科学来讲，是真正有这个力量，心的力量。你看，你不要说人，动物也有，大家知道吗？眼镜蛇，嘶嘶嘶，那个气焰呢，就会吓到人。大家知道，眼镜蛇的牙齿所流出来的毒液啊，就会毒死人，对不对？可是呢，在中药里面讲，以毒攻毒啊，最毒的药呢，还也是从眼镜蛇的唾液或蜈蚣或蜘蛛而做的药啊。所以你看。众生眼镜蛇蜈蚣蜘蛛这些这么毒，那是因为他身心生生世世呢毒害众生的那个毒气啊而形成的业报，都会伤害众生。那反过来讲，假如你修慈悲心，你慈悲的智慧的愿心的力量能量很强的话，那当然也可以修到像阿底峡尊者一样，他用手为孩子祈福，抓着他一直念度母的咒祈请文，最后这个孩子病痛就好。当然你要遇到真正正悟的上师，了解吗？明天会课的时候请不要要求我抓着你的手啊，因为我没有那个功德力。有时候讲经还是要讲清楚一点，不要自找麻烦。常见汝故，诸罪悉灭。所以这个法师犹如与火焚烧林树，如来应证等觉。注意听，这个火代表智慧之火，烧掉众生这个贪嗔痴烦恼的树林。
了之于汝，今有无数百千万俱之那愚多的菩萨亲自也到这里来，来供养你，然后听你说法。你看天上的菩萨都会来见这个破戒的比丘，可见这个绝对不是普通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眼见为凭不一定是对的，佛陀也说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答案是什么？你看不到过去现在与未来。接下来再看大梵天王、那罗延天、大自在天、日天、月天、风天、水天、火天、阎罗王、阎魔法王天，并四大天王都来供养这位宣说六字大明咒的法师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能够宣说六字大明咒法师的功德是很大的，何况他是亲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好，请看一下韩国釜山通度寺。好，我要讲快一点、哦、不然我每次都讲不完、好，看专心听好。假如各位有机会去韩国，北边是首尔，南边是釜山，还有一个庆州。釜山最有名的有很多寺庙，其中有一个佛国寺或石窟庵，明天会介绍。今天我介绍一个通度寺，请写下来。它有10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唐朝很大的气势，甚至这里有真正的清净的比丘出家众在这里修行。各位可以上釜山通度寺，它也有网站，做得很好，有韩文也有英文。好，各位可以点英文页面啊，你不知道韩文你可以点英文啊。通度寺一进入山门的呢，就有灵鹫山门，表示所有的教法是从印度灵鹫山川来的。然后他要走一段路，全部是古松树，几百年的松，非常的棒。一进到灵鹫丛林，这是一个十方按照唐朝当时建的丛林。接下来到了山门，叫灵鹫山通度寺，韩文叫通多萨寺庙 temple 就念萨，所以你就跟着念嘛，通多萨，这样子你就会找到这个地方。不然呢，你写这个字，那韩国人给他看通多萨，他就会跟你讲。好，在旅游书上呢也可以介绍，他从釜山大概要坐公车，要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1个半小时到，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待一整天，非常非常的大。请看，一进山门就可以看到禅宗第一大伽蓝，这里是大乘佛法弘扬过的地方，给各位看它的寺庙非常的壮观，模仿中国唐朝，有建筑，有佛塔啊，这里也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塔。我今天没有给你看释迦牟尼佛，它是真正的呢，后面呢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塔，里面有佛陀的舍利子。那通度寺呢，各位如果看一部韩国电影叫善德女王，你们也不看电视哈，善良的善，得道的善德女王，这个韩国一部韩剧就是真实在这里演，这就是由善德女王下令。因为当时韩国很不幸分为3个国家在战争，这是南方的善德女王亲自帝王供养的寺庙，所以这个寺庙呢气势非常的辉煌啊。它还有金刚戒坛传戒的地方，而且全部都是木雕所建的。传统上韩国因为冬天会下雪，所以他们才要吃 kimchi 或吃火锅或是烤肉，所以他们的大殿底下都是用石雕建，建好以后上面才架木头。大殿呢跟佛像全部是木雕的，你看现在要给你看壁画天龙八部啊，还有韦陀菩萨，请看，这是大殿的2幅壁画，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天龙八部画得这么好的。请看，这个是第四天，在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第四天跟须菩提啊，这对答啊，须菩提常常为释提还因，就第四天，他的有个名字叫焦师迦。第四天，注意听哦，这个不是玉皇大帝，也不是呢，什么观音娘娘或是王母娘娘，不是，这是第四天，他是第四天的护法圣众。然后呢，佛在世的时候，他也听般若波罗蜜经。传说佛灭度以后，佛有4颗大门牙，有一颗就是由第四天拿到刀立天宫，然后用水晶舍利塔
安住在，所以现在天上有一颗佛牙，所以所有的天人呢，只要起拜佛牙的话，他都到天上，他不用来人间，就是由地势天引请到忉利天宫的。接下来看韦陀菩萨跟护法圣众，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没有伽蓝圣众，没有关公，因为关公是我们中国唐朝以后再加进去，可是当魏晋南北朝佛法兴盛的时候已经就传到了韩国，所以韩国雕的只护法菩萨，只有韦陀菩萨，没有关公，知道吗？关公是我们中国后来再加上去，这是韦陀菩萨圣众。韦陀菩萨教呢，他发愿做贤劫千佛的护法，是最后一尊佛在成佛，成佛的时候叫南摩楼智佛啊，这是护法韦陀尊天菩萨，非常非常庄严啊。接下来就看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人非人等，那长个八个奇奇怪怪的，就是天龙八部。右上角是有四个菩萨啊，天上的菩萨来听闻佛法啊，这是大殿的壁画。所以天龙八部呢，它因为它虽然是佛门的大护法，但是它因为过去的业习，就像阿罗汉一样，不是每个阿罗汉呢都长得很庄严，有些时候长得奇奇怪怪的，可是他内心证悟呢是圣者，所以这些天龙八部呢也是佛门的大护法，而且在佛在世的时候受过菩萨戒护持佛法啊。啊，他们也有神通，也会护持修行的佛弟子。好，这是四个大菩萨，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庄严。所以韩国的画像呢，跟我们中国啊，唐朝的画像，跟我们现在新加坡所看到的画像会比较靠近，因为呢都很圆满很庄严啊。这是天龙八部，下面就是天龙八部的三个，刚才是天龙八部是八个啊，这样。所以啊，同样的，我讲这一段的意思是说，观世音菩萨在传法的时候，虽然他视线是破戒比丘啊，有太太，但是呢，天龙八部可以看到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功德，所以他知道这位是观世音菩萨视线而来的。所以天龙八部跟所有的大菩萨、跟四大天王、跟大梵天王呢，都围绕在这法师旁边，等他讲六字大明咒的教法。好，请看下面经文。丁三，传法之前广探动机，分三，务一试探心态。是时法师就问他，善男子，你只是喜欢玩玩来呢，学六字大明咒，你还是真的希望求这个教法呢？圣者在于世间，你真的是为了断除自己跟别人一切六道轮回的烦恼而来吗？好，我先问你，写下来，请问你为什么而来听闻佛法？这就是广论里面常常讲，你要问你的动机，对不对？请问啊，五祖问六子，南蛮子，你为何而来啊？他说为了成佛跟利益众生而来啊，是不是？所以动机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善男子，若有人得此六字大明咒陀罗尼啊，这个人是贪嗔痴三毒都不能染污的，犹如像紫磨金色的宝一样，所有的污垢尘垢啊也不能染浊。所以当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你贪嗔痴三毒啊慢慢慢慢慢就会断，到最后会断掉的。接下来你心中会放出像紫磨金色宝的自信的光芒。如是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陀罗尼若有人佩戴在身中，世人也不会染着各种贪嗔痴的毛病。所以为什么师父也会公开鼓励各位佩戴，这是因为经文里面写的啊，不要怀疑，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愿心啊。尤其有些假如你的佛友或者朋友不一定像你这样虔诚诵经或相信佛法，有时候你祝福他，像有时候年轻的佛友到我们来，我就会送他六字大明咒的戒指啊，还有换这个手环啊，反正他爱漂亮就去戴嘛，对不对？给他一点祝福，但是他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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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音菩萨会护念他。接下来再看度二，表真心表白，把真心画起来，做弟子在老师面前要表里如一。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骗得老师，我说一句像世俗话，
各位听得懂闽南语吧？哈，闽南语跟潮州话有一点相近嘛。各位啊，你的阿公跟阿婆啊，你自己的孙啊跟着孙女啊是怎么样？你应该很清楚嘛，对不对？啊，所以家己孙未安怎哈，阿公跟阿妈拢知对不？哈，啊，家己到底啊安怎，师傅嘛知。你以为你师傅这么笨吗？就说你自己照顾的孙啊跟女儿啊，有时候他对你很好，你看阿公阿妈照顾他，假如现在呢，嘿，阿公阿妈那个小孙子啊小女儿说谎，阿公阿妈不要缺钱买棒棒糖，你想说你这小子明明皮包里面就还有钱，现在来跟阿公阿妈塞奶，那你呢，你知不知道？其实你知道，你很慈悲，你心很软嘛，对不对？同样的，当我们众生哎，不管真心假心求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知道不知道？知道，所以不可以骗观世音菩萨。同样的，你也不可以骗你的老师，对不对？我商业精舍，我自己的学生，哪一个人习气怎么样？哪个人会说谎？哪个人很爱现？哪个爱作假？哪一个很认真？其实我自己知道嘛。为什么？师父不是不戳破他而已，在轮回里面呢，哎，鼓励他而已。所以啊，到底要安哪边啊，师父嘛拢知。所以你就不要去包装自己了。请看，尔时除盖藏菩萨执于，尔时除盖藏菩萨执于彼足白言，执于彼足是说头啊顶礼他善知识的脚。在传统西藏讲就讲，我用头拜在上师的莲花脚下，这是最恭敬最恭敬的意思。他说畏惧明眼迷失妙道，谁为引导啊？他说我没有具有正法眼障啊，在菩提道上修行上啊，好，我怕我走错路啊，希望若没有老师引导我的话，那不是很可怜吗？我今天可养学无上的佛法，希望你教我无上的法位。今天我没有得到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今天希望来善知识你慈悲引导我，希望你引导我，让我的令上安住，让我的心安住，菩提法种升起，让我慢慢慢的修行，色身清净，而且所有的善根都不坏。不但这样，我也发愿将来帮助一切有情的众生，令一切的有情众生都能够闻到这六字大明咒的万咒之王的无上妙法。你看他表达的说，我不是为世俗的东西，我是真正想来求法的，对不对？甚至是请你引导我。接下来再看悟三群众殷勤，这时候这个当除盖藏菩萨来的时候，旁边他带了很多很多的无数的菩萨，出家众长者童男童女也跪下来一起的祈请，众人说言勿怀吝啬，希望这位法师你不要吝啬，唯愿法师真正教导我们这六字大明咒的一切教法仪轨跟观想，令我等快速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希望当转十二法轮救度一切有情的众生轮回的痛苦。此六字大明咒法从来呢百千万劫难遭遇，今天我能够得到此六字大明陀罗尼啊，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就像无救无依啊，失去孩子的孤，失去爸爸妈妈的孤儿，没有依靠，无救无依，希望善知识你作为我的护念。在黑暗当中因为没有光明，希望善知识为我 点燃正法光明的火炬。好，这一段经文到这里，看这下面丁六，六字妙法圆摄六度分六，悟一金刚不坏，十比法师告此这个除盖藏菩萨，这六字大明陀罗尼的确的确像你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它像金刚摩尼宝一样，是生生世世不可破坏的，它会升起无上的智慧。请看幻灯片，先把这三个画起来，如见无上智，如无尽智，如一切如来的究竟清净智。
也就是说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也会升起智慧，不是只有说念六字大明咒也会升起像佛一样的清净智慧，就像进入无上的解脱，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远离贪嗔痴轮回的痛苦与烦恼，甚至也会进入禅解脱三摩地三摩波地 Samadhi and Samapati 都是甚深的禅定，会入通达一切的佛法。好，请翻过来。而且在所有的时候呢，走到哪里你呢都会得到慎重爱药，所以走到哪里，因为你修六字大明咒大悲心的功德，你的人缘也会变好，法缘也会变好，走到哪里也都会变好。啊，接下来再看悟二莫信外道，请做一个记号。真正修六字大明咒的人不可以学外道法，这个很重要哦。好，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于种种处为了求解脱，你还偷偷的学各种外道法，这是不如法的。所以各位不要介意，师父来新加坡讲了很多次，我只有在 part 5 跟 part 6 的时候才讲真话，说其实我知道新加坡莲友跟朵贝公是很有缘的，知道吗？因为以前在中国有战争的时候，大家逃到香港逃到东南亚，的确朵贝公真的是善神，可是呢你不会说哈，因为你学佛以后啊，你不供朵贝公啊，朵贝公会害你或惩罚你，不会，这是你自己猜的。可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注意听，有些人他是先学了民间宗教，慢慢学道教，再来下一贯道，拜弥勒菩萨，最后他才拜观世音菩萨。所以对于过去你所供过的世间一切神奇啊神旨啊，好，不管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然后啊，所以其实你要保有感恩的心，你假如保留感恩的心，其实他们就会护念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我护念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他念大学了，他变正式的佛弟子了，而且他还参加一日禅修，他还受菩萨戒，其实他会很感恩的，他会更高兴的。他不会说哦，你读了大学不行，那我就害你不让你去读大学，错，朵贝公不会有这样的恶念的。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坚固的信愿行的时候，当你家里发生了中风或工作又不顺利，又哪一个人呢因为太累了从楼梯上掉下来，然后哪一个人发生车祸，那你就会哎呀糟糕，是不是我没有拜朵贝公或没有拜祖先，祖先惩罚你呢？答案就是没有的，了解吗？写下来。作为佛弟子要正信，对于佛法僧戒要深信。你做佛弟子，你修大悲神咒，天龙八部都会护念你，那这些啊，你过去所供过的善神啊也是会保护你的。请看下面。所以观世音菩萨亲自说，你若真正要修六字大明咒的，请你要把外道的咒术占卜学一些奇奇怪怪的法要学的放下。请看，所谓近世第四天，这里的第四天就是指玉皇大帝，道教或是白衣或是青衣或是日天或是大自在天那罗延天，这是印度的当时的各种天，乃至于毗卢奴，还有印度有裸形外道。看到这些啊你都想去拜的话，其实是你三宝不坚定。为什么呢？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说，彼等不得解脱，无名虚妄，空得修行之名啊，徒自疲劳而已。我觉得呢你这个应该好好想一想。师父先讲一个故事给你啊，听好，我有看时间。我们以前狮头山有一位慈觉法师啊，他修行也很好，可是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是学道教的，他也会画符也会画咒，然后他心很好，也帮助很多人。后来他出家以后，他出家的原因是因为梦到观世音菩萨渡他，然后他住在我们狮头山，但是呢他心很好，不过他习气很奇怪，就是一个怪人，
平常呢也不跟我们做早晚课的，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吃非常多，像罗汉一样一吃要吃两三波，然后有时候呢还他一进去修行的时候，哎，有时候三天跟七天，哎，又没出来了。有时候我们会关心他，要去敲敲门，看这个老和尚死了没有，还是发生什么事。有时候呢，哎，然后我会去敲敲门，我会说，师父啊，你需要什么吗？啊，他说不需要，我在打坐，不要来吵我。哦，我说好，师父你需要什么我们再说。他说谢谢，我们就走了。可是啊，他这个人呢，因为他已经是从道教里学的，然后呢他没有受过很多书啊，注意听，我没有轻视人，是不是描述他？他教育背景并没有说很高教育，但他很有道心。然后呢，他也是念大悲神咒，然后他还念法华经，很认真，每天念法华经。有时候他还跟我讲，法华经他一字一拜。就有一天他念大悲神咒，很认真念，他一天呢至少念108遍大悲神咒，有时候还念2次到3次。然后他睡眠很少。然后他喜欢吃水果，是吧？因为住在山上嘛，哈。有时候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自己在念南无大悲神咒的时候，念南无何来达那哆来呀，也念念念念念，因为念了108遍了，有一点累了，就中午睡午觉，这样趴在桌上睡的。然后他心里还念大悲咒，南无何来达那哆来呀，他经过讲给我听。突然这时候他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现前，他喊他持觉，要学正法，把你以前外道的那些书通通都丢掉，烧掉吧。他吓了一跳，醒了，他说是是是是，观世音菩萨，我一定听你的话。第二天以后他就把那些书都全部烧掉了。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真正观世音菩萨不会叫你再回外道的，这个才叫真正定中见到观世音菩萨，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然后呢，因为他修持这样以后，当他很用功，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一些信徒也会呢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来找他，所以他开始法缘就很好了。他做了这个梦以后啊，他法缘就很好，因为他见过观世音菩萨，他继续念大悲神咒，他也劝人家念六字大明咒，不然就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啊念法华经，后来呢他就有度了一些出家众，最后呢他就在我们在狮头山，然后他就在南庄苗栗另外一个地方就有另外一个道场了，到现在他法缘很殊胜，寿命也很长，然后修持呢，哎，老人家是有老人家的个性，可是他很正直。你看他都修到观世音菩萨喊他的名字，持觉啊，你要学无上的正法，其他外道的东西书你通通都把它烧掉吧。你看观音菩萨讲话很有力量，对不对？我讲呢别人不一定听我的，嗯，你就继续修吧，对不对？所以这里经文讲，彼外道啊，空得修行之名啊，像印度叫裸行外道，对不对？他只是空过一生啊，佛陀告诉你真正修行要中道。好，接下来再看，一切天众，大梵天王，地势天主，那罗延天，大自在天，日天，月天，风天，水天，火天，阎魔法王，四大天王，假如他是外道，但是他若遇到观世音菩萨度他的话，而于恒时云何求我六字大明咒王，六字大明王，假如彼等众生也愿意学六字大明咒的话，他慢慢慢慢慢慢也会从外道而走上正法，得到解脱。好，这一段做个记号，意思告诉你，念六字大明咒会把你家人从外道渡成真正的佛教徒，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好，接下来再看，悟三般若之母，除盖障，一切如来般若波罗蜜多母，宣说如是六字大明王，一切的如来应证等觉及菩萨众都会恭敬合掌作礼，因为他是般若波罗蜜的根本，母就像母亲一样，是指根本。悟四最纯精妙，善男子，于此法于大乘当中是最上精纯微妙的，把大乘最上精纯微妙画起来，这几个字金刚经讲，这是为上上根性之所说的。你不要小看这六字大明咒，就啊没什么，错，它是最上最精纯而且最微妙的。为什么呢？在所有大乘经典里面，佛有12部经，就12类的这个经论啊，应诵受记
奉送譬喻本身方广西部还有议论等当中，这十二部教法里面呢、啊，是啊，这个六字大明咒是其中最为殊胜的。好，对不起，让我讲一个段落，讲到悟六圆满哈。今天讲经就快要圆满。悟五，如古之经，善男子或思本母，极尽解脱，何假多耶呢？就是根本不用再去。根本不用再去找其他另外的意思了。何假多也，就是说你找到了根本，就像树根根本之门，它可以让你身心极尽解脱，自己成佛，又可以利益无量众生，你还要找其他的哪一个比这里更多的呢？就好像说收了稻谷啊，各位也现在没机会种稻，对不对？都是新加坡 supermarket 的做好。他说对于种稻子呢，把它收在社宅里面，还要呢尘气把它装满，然后让它晒干，还要导致筛阳。导致筛阳就是要用鼓啊，米鼓去敲，然后那鼓壳落下来，还要这样摇，然后那个鼓皮就会掉下来，气皮糠皮就把不好的东西去掉。何以故？就呢，米的精华你才会收到，未收精米，精米就是这里好的 good quality rice。其他一切的瑜伽法门啊，就像呢米的皮一样，在所有一切的瑜伽行中，此六字大明众当中，是米当中的精华是最为殊胜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印度外道里面修瑜伽的人，很多人也练六字大明众，因为他觉得可以改变能量，那是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力。好，再看一段，悟六圆具六度，善男子菩萨为施法故，行布施波罗蜜多，持戒忍辱，精进净律，净律就是禅定，般若波罗蜜多。也说菩萨为了行六度波罗蜜，是无量无边的苦行的，要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所升起的功德当然很大。善男子，此六字大明咒王难得值遇，若念过一遍的话，这人当得就像一切的如来。我们碰到一切的如来，碰到一尊佛都很难，要碰一切如来呢更难。假如现在你用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跟所有的资具供养一切如来，但是呢你等同于念一遍六字大明咒。好，到这里经文是一段，我拼了老命终于呢把丁四讲完了，明天还要全部讲完。好，等一下再给我几分钟哈。所以下面要讲，你要见佛你必须要很前进，对不对？好，先给各位看几张图片哈。所以当你很前进这个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现前的时候，你必须很前进。先给各位看几张图片啊，这样你们就可以下课。前进心，各位看，就像南传佛教有没有看到啊？小沙弥真的拿着花去供养释迦牟尼佛，你真的要很虔诚，不要小看这一念前进心，对不对？你看一位比丘在释迦牟尼佛的石雕的脚下供养了花，然后呢念诵巴利文经文，所以这一念的虔诚恭敬心啊，就会跟佛菩萨相应。好，没关系，好，先给各位看几张图片。那六字大明咒当观世音菩萨现前的时候，他藏传佛教是长得这个样子，可是莲花手观音，好，在184页，明天会讲清见本尊是莲花手观音，请看这个，这是西元2-3世纪印度莲花手观音，它的雕像呢就是属于印度造型的。接下来再看日本京都33间堂，日本雕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非常庄严。我这一次去日本也去了这个地方，但很不幸这个地方不可以拍照。这张图片我是从网络它的网站下载的，就大殿呢雕的，这是将近有500-600年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好，这是日本醍醐寺很有名的如意轮观音。好，
啊，这是大家知道新加坡佛牙寺最有名的有名哈，我真的很赞叹新加坡很有福报。这是东密的六臂如意轮观音，在佛牙寺很多人都看得到。好，接下来再看刚才韩国釜山通渡寺唐朝的观世音菩萨。好，这张是我拍的，很漂亮吧，从窗户里面拍出去很美啊，我很有禅味吧，那个禅是禅宗的禅，哎，不是禅禅禅的禅。好，这样好，没关系，因为听经听久了，故意逗大家笑。你看韩国的真的是很棒，感觉很宁静。你看它的寺庙，然后呢在山郊野外，所以很地势气势很磅礴，然后再加上又种松树，所以真正呢在这里修行啊，20年30年啊是很棒，很有福报，会开悟的。然后你看韩国的出家人这样子，韩国出家人穿着袈裟跟我们颜色不太一样，哎，这是刚好两个出家人这样一胖一瘦走出来，我看咔嚓咔嚓，很可爱啊，像卡通片里面的两个人这样子跑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殿，哇，南无的大悲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地方也曾经战争过，所以由善德女皇供养过，所以有些古迹保留下来，有些当然是后来新雕的。他们对古迹维护呢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呢你看他就可以看到全部呢是好的上等木头漆金漆的大悲观世音菩萨。给你看侧面通渡寺的大悲观世音菩萨头戴着宝盖。所以各位，我相信你若去韩国你会很高兴啊，因为你看到会觉得很亲切。嗯，那跟日本佛教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日本走精致文化，韩国呢也有他自己啊很淳朴很广大的啊。你看大悲观世音菩萨他搭着大宝莲花啊为众生说佛法，而且他是唐朝大丈夫像。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好啊，请合掌。好，我们念四句偈回向文，一起念：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阿弥陀佛，给师父一分钟好吗？一分钟 ，OK，OK。Okay? Okay? 啊，请各位先回去预习，从183页。回去呢读到188页好不好？因为我明天全部要讲完。对不起啊，师父也要跟各位现在先感谢的同时先公开道歉。可能呢我准备了太多东西，其实有些呢像空性的寄送啊我也没有时间教。在台湾呢是每个礼拜都上课的，所以其实我都很希望给各位更多的法义。不过可能是我要先忏悔，可能我自己控制的不是很好。那当讲到金刚秤的时候呢，我又很欢喜，都又有点激动，所以呢有很多话呢我就会多说了一些，不过我都是真心的。那因此呢我明天就会把所有经文给上完，你放心，我心脏很好，一定上得完。但请你先回去预习，因为我只要讲重点就可以，有些经文并不难，好不好？然后呢至于好，先翻过来请看189到190页。六波罗蜜记是出自于文殊菩萨圣妙吉祥经，190页密勒日巴12虚幻歌。很抱歉我就真的没有时间讲，等将来有机缘或在禅修的禅一禅二或禅三的时候我再单独教，好不好？那请各位多多包涵，不好意思。最后一天明天还是会点灯，所以你有很多障碍或是冤亲债主或你家人生病，那没关系，就欢迎你来点灯吧。好，点灯的功德很大。然后明天我也会准备有正式的礼物，感谢主席跟副主席以及大会。然后明天一定会有很忙，所以今天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晚安。